OK，那接下来的话呢，刚刚有同学问到，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档案这个哈，哎，它什么，哎，已储存的转入 Excel sheet 当中，那当然呢，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档案哈，类似像这样，当然我们刚刚是针对那个网络上面的这个连接，所以它的开头一定是 HTTPS 好冒号两个斜线那一个位置，可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档案呢，人家已经提供给你了。哦，可能你这个档案是存在某一个路径底下，可能是你自己电脑里，或者是你的网方里面的某一个连接好了哈。假设是这样好了，那其实也很简单。如果你要换个地方，你可以比如说这个连接按右键另存新档好了。比如说我刚刚已经把它存起来，我假如把它存在桌面上哦，放在这里的话，那它的连接就是它的网址就是什么 AQX 底线 P 底线02。点 JSON 嘛哈，那它的路径的话呢，基本上就在桌面上嘛。OK，那基本上的话呢，如果说我要存取这个路径的话，我的习惯是这样，我就把它先存档。那存档完之后呢，我就把它的完整路径哦，把它输入到哪里？像刚刚这个地方我假设用那个用 HTML file 这个来改的话，那首先其实蛮简单的哈，我刚刚试一下，发现这样其实也 OK。就是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网原来是网址，啊，如果假设我今天我不要是给一个网址，而是给一个路径，那个路径部分的话呢，是放在我的桌面上面，啊，所以刚刚我已经把它下载到桌面，比如说是这个档好了，哎，那一般习惯是我会找一个那个哈，给它，这个连接的话，那比如说我今天呢，我找一个位置啊，这个啊，temp 好了，OK 哈。假设这个 temp 啊，这个 temp 里面呢，我习惯上上面点一下好了。比如说复制的话，我是复制这个啊 C 点底下，因为有时候这个路径太长了，你怕打错的话了，我建议你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后面的话呢，再加上那个这个档案的名称。好，如果你怕打错的话了，我建议还是哈，你用 Ctrl C 哈，Ctrl V 把它贴过来，这样的话会比较保险。然后确认说里面中间是没有任何的分空白等等的那些相关不需要的讯息，那其实这样就 OK 了哦。也就是说呢，我把 server 上面的档案改成 local 端的档案，我发现这个 XML/HTTP 这个物件呢，哎，它也接受哎，哦，而且哦，我觉得这个蛮方便的，因为目前哈，现在蛮多问题就是说哈，如果你的档案呢？假设我现在开一个了，OK，另外再开一个，就是说这个档案呢，哈，如果你今天是 Big 五的话，可能会变成乱码，很麻烦哈。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 XML/HTTP 它主要是支援 UTF-8 了哈，OK，那 UTF-8 因为它 JSON 也是 UTF-8，所以读取过来就不会是乱码。那我们来 run 一下，各位看，基本上哦。按 F8 好了哈，先把旧资料清空。那 Open 可不可以 Open？没问题。那 Send 的话，基本上它还是会传递需求了哈。啊，可是你会发现传递需求，它一样呢可以得到呢 respond 的结果呢，一样可以把资料，这个是栏位名，我看底下 O 不 OK？那一样呢，把这个读到的资料呢放在 respond test 可不可以？可以。OK，那底下当然把它执行。那你会发现哦。得到的结果也会是一模一样的啦。OK，所以哦，如果假设你将来有那个需求哦，不是在网络上，你是在 local 端的话，那其实把那个网址改成路径，这样也可以哦，就是不需要额外再另外写 open 的动作了。OK 哈，好，那这个部分是同学问的问题了哈。那接下来的话呢，请各位哈再帮我哈，试试看好了，也许你如果要确认说你到底懂不懂这个方法？那请各位哈再去找其他的 JSON 格式练习看看吧。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啦，比如说紫外线这个，我后来看一下，其他好像类似，像这个也是跟天气比较有关系的。那里面的话资料量就比较庞大，因为这里面的话总共好像1000多笔吧。OK，甚至你可以结合 3D 地图，也可以绘制出它测站的位置。那比如说以这个来看哦，点开来之后的话呢，哈。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一样是提供三个资讯，哦，其中的话一定有一个 JSON，哦，那打开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而且这个连接好像蛮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而且还有 API key 哈，然后结构好像也是一模一样，所以其实基本上哈，应该不会差距太大哦。其实改的话，其实只要改什么，改那个它里面的 key 的数量。我们原来是有五个栏位，它现在的话变成说它有七，应该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个栏位，多两个栏位。那这两个栏位分别是什么？它这个七个栏位分别是一样是车站名称，啊、哦，然后好像没有啊，也有县市名称，哦，啊，这个 UVI 应该是什么？UV 应该紫外线的、啊、UVI index 啊、哦，所以它的紫外线指数是多少？然后呢，哎，这个等于是把原来的 PM25 的数字改成 UVI，OK，然后。其他还有多两个，哎，多两个应该是多这两个吧，一个是 longitude，应该是 LON，应该是 longitude 吧，哦，一个是 latitude，long，应该是 longitude 应该是东京吧，是不是哈？然后 LAT 应该是 latitude 应该是北纬吧，OK 哈，纬度跟经度了，OK 哈，所以这两个数字哈，那等于是多两个栏位了哈。那如果说我要把刚刚的那个改成紫外线指数的话，那其实也不难了哈。第一个的话，当然了，如果我想要用刚刚讲的那几个方法的话，那程式其实改动也不大了哈。如果用那个假设内建的功能的话，那一样嘛，这边从这个 JSON 好，然后一样把它贴上。哎，不，应该是这个网址哦，这个上面这个网址，或者你直接再到那个上面的网址，哦，那把它怎么样？把它直接给它这个网址，哦，它一样会先把资料先帮你放到那个 Power Query 里面，哦，那 Power Query 里面它一样会帮你做一个解析的动作，哦，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它会一样会先建一个这个来一个什么一个。查询的哈，query 查询哈，然后呢，它一样会把你的那个结构列出来。那我要的是在这个 list，所以你点这个 list 一下，哦，展开来之后的话，记得哈，把它按到表格，到表格之后的话呢，再把它展开来啊，因为它这个地方呢，把资料呢通通放在表格里。那因为这里面总共有七个栏位，所以你就是把它点开来。当然你也可以点击它了，如果你做错没关系，你点击开，它会看到里面的资料。可是目前是它是一个纵向资料啊，前面左边是 key，右边是 value，啊，如果你会发现它这边会出现有一个公式哦，假如你做错要倒带的话，回去的话你就把前面的叉叉点开来，叉叉，它就会倒到前面的动作了。OK，如果你做错没关系，你就再叉叉，它等于是把某一个做错的动作呢，把它去除掉哦。啊，我们是到那个，然后再把它展开来，好，所以记得这个展开，然后前面再打勾不要，按确定就可以了。好，那这几个动作不要做错，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好，那展开就有七个栏位。那当然，我刚刚讲过，你可以点这边有复制整个资料表，或者是关闭载入也可以啦。哈，两个方法其实都 OK。然后你会发现，它就帮我载进来。啊，一样的，最后呢就是转换为范围，好，点一下，哦，OK。那这样就完成了啊！这边其实也会有个连线的啊，这个连线基本上呢，它预设就会在这边。那当然你要让它自动去更新的话，你只要 Excel 打开，这边可以设定时间，它就时间到会帮你更新，时间到帮你更新啊。也就是你程式都不用写任何动作，那自动会有这个功能出现。那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功能写到 VBA 的话，当然你可以录制句集。或者是利用那个什么，VBA 里面有一个物件叫 application 物件哈，它有一个叫做点这个 onTime 的方法。onTime 的话就是时间到，后面的话你可以给时间或者给多久之后，它一样会多久之后帮你做一次哈。其实方法蛮多的啦，这个部分的话哈，那就是等于是把刚刚的部分复习一下。那你会发现紫外线测站比较多。它总共有1000个测站，哦，每个地方那测站的数字多少，它这边会显示出来。甚至你也可以让它按照那个紫外线，当然哈，最强的应该是南部吧。现在哦，现在紫外线最高的应该是在玉山的那个测站，
9.58，OK，9.58，我不太知道什么样的概念，哈，啊，还有在花莲兰屿，这边也有一个是玉山，那当然这边哦，它有两个一样的数字，为什么一样的位置得到？会不会是玉山上面的这个紫外线测站，它可能不止一个啊，不止一个紫外线测量的，这边还有一个，OK 哈。是在不同时间点。它时间不一样哦，玉山哦，对对对，时间不一样，OK 哈，所以当然你将来还可以再筛选嘛，比如说甚至你可以在这边哈，再把你要的那个时间点给筛出来了，这个当然后续，如果你要再去抓相关的资料哈，那就自己再延伸去做一些相关处理吧，OK，我要筛选哦，它这个当然还有不同时间哦，你可以针对哪个时间你要的。找一个一样的时间，OK 啊，这样来看的话，就会比较清楚一点了。好了，OK 哈，那当然 Excel 是图形化工具啦，好处就是说马上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甚至你还可以再结合那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枢纽分析图，可以把它建立成一个比较简单的视觉化结果，那如果同样的方法，假如我们没有最新的这个版本。那我要做的话，请问一样哦，稍微把程式稍微改动一下吧。我觉得这两个哈，比如像第二个方法，其实这个范围其实也是一样，那你们可以选一个啦。我是觉得，或者你就选其中一个，这个用 HTML file 这个来改。那其实要改动的话，基本上大概原则上只要改这个吧，还有改它的什么？改它的栏位名称，其他好像，还有这个。这个它的那个对，它的栏位，这个是 key 了哈，它的 key 跟它的栏位名称改动之后，基本上呢也可以把所有资料，通通给抓取下来。那这个我想请各位再试试看好了哈，把那个 JSON 部分的格式熟悉一下，OK，试一下。